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家个影日湾分行的 Melody， 今日同大家睇渔心广场上盖大河道98号的全盛会。话咁快，我哋上到嚟呢个全盛会五座中层的原式三房套海景单位，业主非常之贴心，喺呢度改咗个玻璃厨房，喺入边煮嘢食都可以睇到出边小朋友玩。另外，亦都做咗一个工人姐姐房喺饭厅隔篱啊！呢个亦都系全盛会嘅一大特点，就系客饭厅分明，空间十足。跟我一齐嚟寻居睇下。首先一入到嚟，系见到一个新楼罕有嘅光刺设计嘅洗手间。我哋嘅左手边仲有一间睇到山景再加海景方正嘅客房啊！入到嚟主人房嘅部分咧，景观非常之开阔，有山景再加海景。转个身嚟到主人套厕，非常之贴心嘅设计，系双星款，就一人一个，唔使争啦。嚟到另外一边嘅客房，开积方正实用。如果大家对呢个咁实用嘅三房套有兴趣嘅话，快啲预约我睇楼啦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